满洲里地处我国东北部，作为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这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木材以铁路或者公路的运输方式从俄罗斯运送至我国。在此次搭车过程中，驾驶运送木材的重型半挂车是一对父子搭档。此趟行程，他们准备把满洲里的木材运送至3000公里外的甘肃省张掖市。55岁的老姜和卡车打了半辈子交道，儿子小姜就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他们是父子，也是搭档。老姜过4天3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甘肃张掖。在此时我才知道，原来运送的木材是制作棺材用的木料。虽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机会，但这上等的俄罗斯进口木材被运至几千公里之外用来制作棺材，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整车的木材不到2个小时就卸完了，一趟活也就顺利的完成了。货主较为热情，在确认完运费金额后，没有片刻耽误，就把运费给结清了。17500，就是呀。过来。过来了。过来了。啊，你们过啊！好嘞，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卡车司机的新闻，其中不乏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报道，但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不是深入了解这一行业，是根本无法体会卡车司机为了自己的职业到底付出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的摇篮是您亲手做的，如今它还在吗？多么坚强的爸爸，多么善良的妈妈，是你们教我学会人生第一句话。